彰化县政府22日在县府中庭发表据点厨神这样煮电子食谱，县长王惠美为大家上菜，秀出每个据点厨神的拿手好菜。啊，继去年咱伫关怀据点哦，提出不老厨神我最样，那咱今年呢，搁甲因比赛调定诶，啊，透过营养师来把它改造成我们的一个电子书。那电子书呢，又采用我们的这个漫画一个比较有意义的说故事的方式，把阿公阿嬷、把咱的这个孙啊、把咱的志工都纳到我们电子书里面哦，让大家能够很简单、很轻松的了解到我们的这个食谱。那最主要，咱拢知哦，长辈特别是很担心肌肉流失，那希望就透过他们在关怀据点里面吃烧烧、吃营养。那有更好的这个身体，然后呢更快乐的一个人生哦。那透过这个关怀据点，大家大家互相这个开杠破刀耳咪呀在家吃烧烧，那有更好的身体，那再回到家里面跟家人一起享受我们的天伦哦。那这就是我们关怀据点的一个用意。你看在跩老人的部分，包括咱社区的重视，咱环境的服务，包括阮的公车会。在我们所有所在企业然后需要都可以来找我们管政府找我们公车会来帮助帮忙我们所有企业包括我们社区，所以在这里也要让大家重视老人这块，也要感谢我们馆长管政府这边，我们洪道就是助老委员在后面帮助洪道基金会来帮助我们彰化县在老人社区，也希望我们社区理事长大家可以跟我们管府这边来做配合来结合，重视咱这块，帮助咱社区，让咱社区跩老人会当更加好的生活。彰化县目前已成立300个社区照顾关怀据点，其中有269个社区提供餐饮服务。县府为了照顾长辈健康，特别推出最潮的据点高龄食谱，期望透过与线上图文创作者合作，将具特色又营养的菜色，结合四大服务、高龄饮食制作小技巧及营养的观念，以多媒体线上宣传的方式，让各个年龄层的读者能一探长者的据点日常生活，同时关注高龄长者的饮食议题。公益频道黄诗婷彰化采访报道。